后面又不会搞，不知道有没有，就是所以就算了那个了。那我们就聊天吧。大品牌来的，假一拍三。有了，挂在那里了，你们想要的自己去拍就可以了啊。假一拍三的啊，家人们，你实实知道吗？我姐她是实实在在的给你们分享的，她也不会去你们哎呀这样怎么样的。需要需确实需要她就去买，她也不会去不需要去买，知道吗？她也不会去搞套路什么搞订单呀、就是、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恢复原价我99一盒，因为我买过的我以前。然后最近刚好有活动，然后也是认识的有点合，然后就挂在我的橱窗里面了。然后确实是好用，因为我这个肩每天都贴，我每天都贴，贴着我感觉有点热热，有点那种，就是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去洗过那种加疗啊什么的，就是有点那种感觉，然后挺舒服，睡得会很香。我老是失眠，这个颈椎痛，然后我就老是失眠，老是睡不好。然后我爸爸也是，我跟他买过，因为我爸爸老是说什么，他说那个膝盖痛，有的那个膝盖嘎吱嘎吱的响的那个骨头，我不知道叫啥，那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做一下，咔嚓咔嚓的响的那些也是可以用的。对。然后头晕眼花、湿气比较重啊，这些都可以用的嘛，就。这个假一盘三不好用了，你们可以退回来，知道吗？回去了拆开一盒用，然后就是没有感觉，没有效果啊。是红的呀。没有感觉的都可以退回来。项链假怎么退？项链假你们就去联系客服家。那你不要再来我这里说，我不知道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们这样来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清楚，因为不是我找的，家人们，不是我找的，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知道吧？你们去找那个谁说这个东西是假的，那个人就去就可以了啊。你们去找他，因为是他们公司找的。对，打在公屏上找谁，家人们？烦死，真的，我也不清楚，不知道，知道吗？我也是受害者，家人们。现在搞到我的那个直播的那个橱窗全部都关完了，就是全部都是他们故意这样搞的，因为他们就是不想让我卖货，他们故意这样子搞，搞到我橱窗现在全部都被封完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有没有想吃的？不用回答他们。不要回到他们，对我们做我们的事。所以家人，你们需要的可以去下一单，错过了这家你们就没有下一家了，错过了这个路口就没有下一个路口了，因为他这个又没有过期三年保质期，随时随地可以拿来用。你去干活了，或者是哪里不舒服了，肩膀啊、颈椎啊、腰啊啊，人家就是想让我的账号不能再用，知道吗？所以一直说这样子那样子。对，该找谁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，跟我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这样的，那个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在用，我父母啊，我自己，我到处都是这边开一盒，那边开一盒。啥家伙，这就是，哎呀，我就是没有，我没有想过来这里分享。但是你们老是叫我前两天老是动不动什么就
上车嘛，然后我自己就然后上车嘛，然后我自己一身汗的是要话就是哪里痛贴哪里，对，没毛病。哪里不舒服贴哪里，八到十二个小时贴，八到十二个小时这样吗？对，反正我都没有按时间，我一直填到为止，不行不填了，我就拔下来，因为它一直松松凉凉，有点点发热的感觉，就是超级舒服的那种，知道吗？没有那种痛感了，填上去就我没有说过东西是假的，人家都说了赔一赔十什么的，你们自己去找那个说假的那个人啊，家人们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懂。我们这个假一赔三，家人们，我这个假一赔三。是的，都顾不上说话了。你这点什么骗子？谁让我这么去做的？你们自己去问啊！说这个人，说这些假的那个人啊，家人们。太烦了，真的。我烦死了，我真的来火了，真的。老是在，我就是白白的让我背黑锅，真的是货也不是我找的，什么也不是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居然是假的，我都不知道，知道吗？还有没有家人们？小黄车站搞得我真的是，家人们全部都是公司安排的，然后我就在这里背黑锅。不要说了，阿紫姐真好好听。十盒，家人们，十盒，拍一发十，家人们，拍一发十，然后四十八小时内发货。然后什么新疆的哪里好像不能发货，新疆西藏啊哪里发不了货的地方，你们就发不了件吗？对，不要回忆好了，我不想回忆，但是呢有些粉丝他应该是拍一发十，平时市场价都是99一盒，人家都是棉袄腰架的，这里你们买回去的时候收到货的时候可以扫这个码，把市场价的价格都这里扫就会出来，知道吗？而且我们这个是假一拍三，有需要的就可以去拍一单，因为现在这个活动价真的挺划算的，平时我都没有，以前我买的都是99一盒，就是一盒里面有12天，然后呢你看60多块钱，点个外卖都是60多块钱，十盒就120天，你看用多久啊，随时哪里不舒服都添一下，立马拔掉，立马贴，一个都是不清楚的那种，又要比较实用，而且又好用。你说去挂个什么那个，挂个号啊什么都是，你看随随便便哦，都是几个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这个是挺管用的，真的，因为你说我们两个老是抢着说话，你说。今天晚上在我姐直播间呢，不要说任何东西啊，家人们，有什么事情呢冲我，在我直播的时候再来找我好不好，我一五一十的回答你们，该找谁我也实话实的告诉你们，可以吗？今天晚上就不要在我姐的直播间里面打扰我姐直播，除了孕妇和小孩子不能用之外，其他人都可以用，年轻的老人的，老人最适合用了，你说下个楼梯就没有力呀，然后就是那些什么骨头，走路的时候就是膝盖啊一直响的那些啊，都可以贴上去，哪里不舒服贴到哪里，知道吗？除了脸上不能贴，其他地方哪里不舒服你就贴哪里。贴上去的感觉是冰凉冰凉，然后有点发热的那种。我先不及格，所以我就一直放着，就是像每天擦脸一样，我就放着备着。
舒服了，我就舔一点下去，舒服了我就拔掉，就这样。但是像了晚上每天晚上睡觉都是挺香的，因为我这个颈椎病真的很多年了，因为我喜欢这边用手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一直这样低着看手机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做那个美甲什么的也是这样低着干的嘛，然后腰也没就痛嘛。就是味道的话，一点就是那个艾草味，也不是那种什么中庸味啊什么，艾艾草草的味道也是没有那么大。有的人就是以前贴那种什么膏药啊，走过去味道那个挺大的，这个不会。12个小时，哪里痛哪里疼，对，超过今天就没有了，所以你们就需要的就赶紧去那个医院吧。我都没有想起来，但是不知道谁看到我的橱窗有这个毒性，可能他也是用过的，要不然他不会来问这个。平时是100多的嘛，平时是多，平时没有活动价是100多，但是市场价是人家是99一盒，你们看我就可以扫这个码。发十盒，平时都没有这个价格的，平时没有这个价格，因为我以前买的时候好像是200多，是100多，但是它整个市场价都是全国统一价99一盒，知道吗？你们买回去可以扫一下后面的那个码，它就会出来。对，香味，还是吃我的楼下。用问可好的人总是抵挡不了这些东西。我自己不用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用，知道吗？刚好也可以上车，可以上我的那个什么头发，然后就上。然后我相信应该直播间里面很多也是那种。黄瓜，哎呀，这会儿跟人我姐吃香的喝辣的了，家人们。我们两个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，太热了，吃什么都没有味道。他说，我这两天就要回家了，今天请我吃一顿龙虾，家人们。用不上的也可以跟自己爸爸妈妈买一点，反正是人年龄下来了，毛病可多了。我爸爸都在用，因为我爸爸总是说膝盖痛啊，这些那些痛。因为我爸的话发炎嘛，在啥家吧，天天那些淋湿雨啊什么的，可能就是那些就。